大概12米了，对，12米上了，在血鸟的下面，然后喷气了。在前方的血鸟旁边的一条看到，在小艇小岛的面前呢，一大块的背浆露出来，从左边上小小的背鳍了。嗯。来喷气喽！啊，变机尾，还在前方，看到它整个背哦。哦，没有机尾。哇，应该身体有10公尺甚至以上哦。变机尾没有没有。刚刚小小三个点哇。我刚刚看到他头上这个喷气孔了，哦，喷出来的这个就是水雾哦。还在，还没下。还在。快拍哦，快拍哦！当然都准备拍了。哎，他要下班喽。前面哦，我说到有些船到一起放慢脚步，好像可以跟他多相处一点时间哦。年轻的哦，像木头一样。哇，没有，哇，小鸡，哇，好小的机会，这个，好大的，你变我一千，不要机会，哇，大片的，大家看到大的尾鳍，啊，有一些切割，啊，稍微举起来下去了，好，拜拜。稍船靠近它的时候呢，大型。